北开米，那个二垒安打了。轻松跑就上二垒。顺序上垒就是一个 safe。飞出去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，哦，真的是太精彩了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。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遇到我很威勇的兵，打击出去，三垒方向起起球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嘿嘿嘿嘿嘿，各位学起来呀、啊，这叫欲擒故纵啊，这招，气势很强，这叫欲擒故纵啊。知道我故意二垒有没有跑出去一点点吸引他，然后这球再推一个洞啊，这漂亮啊！哎呦，不要，各位不要挑战铃木一郎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去，赶快回去！电出局满垒，漂亮！我这接这接打，但接下来到我接手，今天状况真的很不错。这个不轰他，我对不起自己。天气对打关大宇，无局上半，这是一发说到做到的。他的价值 value 啊，各位，做到真的，哎呦，好久没打满贯炮了，被发出去，我整个舒服啦，可以，我可以好好打啦。现在准备练手背了，各位，现在我们不准。练手背啊，各位，下班练手背了。我要开始注意看我的手背哦。好强劲啊！好强劲啊！哇塞！中间方向太强劲了。哇，我这按下去，我先换，然后就超强劲。三垒这一分没机会，真踩一垒 ，OK。